臣万松柏参见陛下。此次剿匪，愿万清旗开得胜。谢陛下。赐虎符。是。等等，敢问有何不妥？小月侯，陛下。听闻虎符中有磁石，可合二为一。这虎符可是统领三军不得儿戏呀。万将军，就不检验一番吗？是真是假？一合便知。自首。万将军。林将军。哈哈哈哈哈！小月侯，还有何疑惑？我能有什么疑惑？祝万将军早日凯旋呐。谢了。祝万将军早日凯旋。凯旋，凯旋，凯旋。我所做的虎符只是外形一样，但我不知虎符里面有磁石，所以不曾放磁石。为什么能合上？这样，你先回长秋宫好生歇歇，其余的事交给我。
少主公，刚刚从宫里传出消息，说少女君，不，是程家娘子去了东宫。也许只是去出主意的。他就是这般，不会放过所有害他的人，更不会辜负所有待他好的人。为救太子与皇后，他怎可能只是出出主意？阿奇，去请霍氏虎符吧。小月侯收买孙胜盗走虎符，定是想令太子无法收场。眼下追查虎符下落尚需时日，唯有霍氏虎符可以依旧了。少主公，这虎符乃圣上当年赐予霍将军的，也是霍将军在世间仅存遗物了。你当真要拿去给程娘子做人情吗？我霍氏虎符与太子殿下手中那对出自同时，除细微花纹不同以外，可谓是一模一样。唯有这样，少商才不会露馅。圣上心疼少主公，才将霍将军这对虎符赠与少主公做私符，如送出，少主公手中便再无霍氏遗物了。果真要为程娘子交出吗？若虎符一事败露，定会查到少商身上。我已经答应过他，无论他做何事，我都会护着他。而这一次，也不会例外。